玉阳，别过来！不巧啊，我又来了个帮手，三对二，可以一战了。玉阳，帮我制住他。 你不想让石头他们活了吗？哎，你觉得我会怕你吗？孙媳妇儿，替我看着这个老家伙。 玉瑶表妹，你不会为了自己的夫君而杀害自己的爷爷吧？你先放开李彻，你先放开外公。我不会动太子的一根毫毛。五皇子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不如放下刀，我们切磋切磋。别过来！ 别过来！